在盖棺内，包括龟裂以及灾改哦，灾改受刑啊，对咱是非常重要。因为做书呢，验文求法的做书，那么老天以后要跟进入你的净土哦，你的世界，跟帮助国来同世界啊。那么啊，所以圣人咧讲讲，了阿用归大观天，来开咱地藏万法的机缘。做书，你做书是排布了的万法的机缘咧，那你一定要切用慈悲心、慈众之心，你的善良善。